翻炒。我的祖宗呀，我关在厨房里边都快被辣椒熏死了。现在呢，我们这个辣椒已经炒至虎皮状了。我的个妈呀，炒了一会儿，这个辣�椒整整的打了10多个喷嚏，这家伙够冲。其实像这个样子呢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把炒至虎皮状的这个辣椒倒在案板上。说到这一步呢，这个辣椒炒好以后，现在这个香味是特别的浓的，其实就跟我们平时炒辣椒那个味道是一样的，特别的诱惑人。现在呢，我们把这个包好的大蒜和辣椒给它放到一起，然后剁一下。今天因为我们的辣椒不是太多，所以说放上这么多蒜就可以了。炒完的这个辣椒呢更容易切，这会儿呢它是发软一些。这个辣椒完全可以用那个料理机去打一下，但是料理机打出来的口感没有我们用手剁出来的这个好，吃到嘴里那种颗粒感，它的味道就不一样。现在呢，我们这个辣椒和蒜就剁成这么大的颗粒就可以了。光是在剁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到它整个把我辣的都就像感冒了一样。我给左手戴了一个手套，以免它渗到我的皮肤里头。然后呢，把我们剁好的这个辣椒和蒜末放到一个盆里备用。第一步现在已经做好了。辣椒剁好了以后呢，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料油。想要把这个辣椒酱炒出来有香味而且特别好吃，料油也是特别关键的一步。首先呢，我们先准备上几瓣八角，然后再放上一些花椒，桂皮少许，香叶少许，小茴香少许，再来点大葱，再准备点切好的这个老姜，还有这个香菜一把。然后呢，我们往锅里倒适量的油，把准备好的这些调料全部给它倒在锅里，然后小火慢炸。在炸料油的过程中呢，火不适宜太大，如果火太大的话，很快就会把我们锅里这些东西全部都炸糊了，而且味道没有炸透，没有炸出来。火稍微的小一点，这样呢慢慢的把所有的香料都炸干了以后，这个料油的味道也会特别的冲。这会儿呢，我们这个料油的香味已经开始出来了。看我们的料油，这会儿呢，基本上调料已经快要炸干了。所谓的慢工出细活，其实炸料油就是一个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这个料油呢已经炸好了，然后我们用一个油篦子，把这些炸好的香料给它捞到一个盘子里边。现在我们锅里的这个东西全部都已经捞出去了，尤其这个小茴香一定全部给它捞出去。然后呢，我们继续开火，把我们剁好的这个辣椒倒在炸完的这个料油里头。现在呢，才到了我们真正的这个炒辣椒这个环节。炒辣椒呢，我们也是同样小火慢炒，把辣椒和蒜里边的这个水分慢慢的给它憋干了以后，这样呢我们辣椒酱才能放的时间稍微的久一些。现在的这个蒜香味和辣椒的这个辣味那是满屋子的飘啊。然后呢，我们给里边加上一勺的这个鸡精，再加上两勺盐，倒上一些香油，真香。再用铲子扒拉几下，我们的辣椒酱就炒好了。如果家里边有鸡汁的，还可以再往里边加上一些鸡汁，因为静姐呢不太喜欢吃那个东西，所以说今天我就放了一些鸡精去代替鸡汁。那我们炒的这个辣椒酱就可以出锅了，它是万能的，不管你是
吃面还是吃馒头、吃米饭都可以把它叫上去，特别的爽。好好的酱，我们给它装到盘里。好了，静姐今天做的这个万能辣椒酱就做好了。哎呀，做了一顿辣椒酱，被呛得够呛啊！大家看一下，做这个辣椒酱呢，就是油要稍微的多一些，这样呢，我们才容易保存。刚好呢，今天热的这个小馒头，这个酱炒好了以后，我还要来亲自的尝试一下，看看怎么样。加在这个馒头里头吃。现在是测试环节。这个味道呢是特别冲的，所以说我们先少放上一些，慢慢给这个馒头掏了一个洞，然后正好里边尝辣椒。这个油是特别特别的香，特辣。现在我们再给剩下的半个馒头里边再加上点辣椒。姐姐呢，刚才已经用一个馒头给大家测试了这个辣椒的香味和辣味。它这个辣呢，就是不钻到嗓子眼里边的，但是这个口腔里边这会儿是像喷火一样，爽，真的爽。但是嗓子这块没事啊，嗓子这块没事。但是呢，建议大家吃的时候还是要少放一点，你先试一试，辣度到了什么程度，然后我们再去放。多数的人呢，只要一看见辣椒，大家就用那个勺子可劲儿的往碗里头挖。但是等到吃的时候，你也不问人家到底辣不辣。今天我做的这个，因为我自己本身知道，皱纹椒要比我们其他的辣椒要辣上好多倍，再加上那个小米辣，它更厉害。所以说呢，我在吃馒头的时候，我也没敢多放。吃是特别的好吃，就连那个油淋到馒头上边都特别特别的香，大家也可以试着去做一下。其实呢，我们平时在吃面吃馒头的时候，就上一点，稍稍的弄上一点，真的特别特别的下饭。其实静姐呢也是无辣不欢的人，但是现在呢好像这个皮肤这一块也是要不老长痘痘，要不就长粉刺，所以说我也是在吃辣的时候也是格外注意的。这个呢我也不知道儿子回来以后他能不能受得了这个辣度，反正我给他做好了，等着他明天回来想吃什么自己拌着吃。如果是爱吃辣的呢，这个东西真的大家可以值得去尝试一下，那味道真的是太爽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了。如果有喜欢静姐今天做的这个万能辣椒酱的，大家也可以按照我的教程去做一下。拜拜。